曼谷高高在上酒佬天堂，除了酒佬之外，酒婆都啱噶。话说在曼谷 Central World 隔篱嘅 Sand 百货商场，差不多顶楼嘅部分就有呢个酒吧，大家可以喺度饮酒倾偈。出面环境仲靓噃，四周都有啲行人座椅。俾你坐喺度瞓喺度饮酒倾偈晒月光都可以，仲有瓦遮头，少少雨都唔系问题啊！兼且仲有 DJ live 打碟，更重要嘅就系呢个部分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天堂之梯，助你上天堂。冇错，天堂 heaven 就系呢度啦。嗱，呢一个黄金色类似 UFO 嘅物体咧，正系呢度嘅卖点。整个商场最高最高的地方就是这里，称之为 Heaven 天堂视野。从不同角度去看，相当之有气势。夜晚在这里饮嘢倾偈，周围看风景简直令人大开眼界。但提下大家，这里都是叫高级地方，背心短裤拖鞋就不可以上来，兼且就咁上嚟影相混吉咧都唔可以，印客就例外。新章期间咧仲有 discount 添喎，饮嘢仲买一送一添。记住喺曼谷 Sam 百货商场嘅顶楼啊！